他父母不把我当家里面人，处处针对我，一直催着我们要孩子，可是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就想在家里面生孩子要方便一点，我也不知道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呢。哎呀，未来的日子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黄先生29岁，来自四川，厨师；女嘉宾小月27岁，来自重庆，待业。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结婚有2年多了。喜欢你媳妇儿不？还可以吧。还可以是怎么个意思？当然喜欢了，不喜欢的话肯定不会娶她了啊。那你就说你喜欢嘛，爱不爱？爱呀。今天是媳妇儿想来这儿的是吧？是。你媳妇儿来是对你有意见是吧？是对我有意见。你知道她对你有啥意见不？我知道。你知道你还不改，对你有啥意见？就是我平时比较懒的那种，不帮她干家务活这种。懒不干家务活是这个吗？是的。我听着好像不是嘛，我听着怎么什么他爸爸让生孩子什么的嘛，看来你这事儿还不少是吧？嗯，对的。好，那你一条一条的跟我说好不好？第一条，我们结婚有2年了啊，刚开始的时候日子过得挺不错的。后来呢？后来我发现他家里面不把我当家里面人，然后我们就产生了一些矛盾，我们天天吵架。嗯，今天来我就是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哎呀，您的性子真是慢慢柔柔的。你喜欢他这性格是吧？行，他家里人不把你当家里人有哪些表现啊？家务事儿也是我一个人在做，我炖了牛肉啊，他吃了一口啊，然后就给我扔了。你什么玩意儿？老婆炖碗牛肉吃啊？根本没法吃，都没做好。没炖好接着炖，你扔了干嘛呀？嚼不动啊。再炖呢？他都做好了叫我吃啊。说明他不会嘛。会不会炖牛肉啊？我没炖好。哎呀，这脾气是要搁就刚才那男生的脾气都得成什么样了？没炖好哈。我问的是你以前会不会炖牛肉？不会。所以那次是第一次炖。是的。你很委屈是这意思吧？是的。还有啥呀？一个牛肉啊。他休息的时候也不愿意帮我，我床单被单洗过过后晾起来特别沉啊，他看到了也不过来搭把手。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不帮着老婆晒床单啊？有时候想搭两把游戏，就是这样了。哦，他叫我有时候也没听见，就是玩呗。是。态度特好，就是他不干家务，并没觉得像你说的他们家人不把你当家里人呢。你怎么会觉得这个就没把你当家里人呢？他父母给姐姐买了房子，我觉得特别的偏心。哦，他父母给姐姐买了房子，没给你们买房子。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结婚之前嘛，双方父母嘛就商量，一个出一半的钱跟我们付个首付。后来我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啊，是我父母的，不是姐姐他们的，只是姐姐家他们经常回去住而已。哦，没给姐姐买啊？你们俩的房子买没买啊？没买。为啥没买啊？我们多次提到买房子，他父母一分钱都不想出。不说好要给人出钱的吗？他不出啊，我也没办法呀。在现在买了房子，更没着落这个事。他爸妈就没钱了，再买房了是吧？对。那你们就自己奔呗。我们两个收入低，没法买啊。何况双方父母结婚以前他们承诺这个事情了。这个没出息的。不是，现在岳父嘛要求我爸妈买房子嘛。出得了吗？我老丈人他们能出得了，叫我爸妈他们不出啊。哦，那就你们家都出了呗，反正是吧，你都嫁给他了，行不行啊？不行。不行啊。哎呀，我的天哪。行，没给买房子，所以觉得不是一家人是吧？嗯。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是一家人呢？他父母一直都催我们要孩子啊，我也不同意生孩子啊，没有房子啊，我想在自己家里面生孩子要方便一点啊。你什么意见啊？就是我父母嘛，现在年龄也大了，他们年龄大了，我们也年龄大了，父母都着急，我们也着急是吗？嗯。还有老跟我父母顶嘴。不是，我问你什么意见，你想不想要孩子？我想要啊。
你爸妈支持你要孩子吗？我爸妈不支持我们要孩子。为什么呀？就因为房子。因为我们收入也不稳定。哎呀，现在你们家就你工作是吧？是。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不好找工作。是不好找工作吗？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做什么的呀？以前是做销售的这块的。他是销售什么的？你能告诉我吗？卖保险之类的。保险销售特不好做吧？是的。你做了几年啊？2年。一份都没卖出去吧？卖出去了。两份。你看，我猜的一年一份，他的节奏太慢了。想起了《疯狂动物城》里那个，哎，真，你就喜欢他这个可爱劲儿是吧？是吗？就慢慢悠悠这性子是吗？开始还喜欢，现在不行了。现在我心里特着急，有时候。哦，你也着急啊？你要不着急就错了，着急就对了啊。那咱们接着说啊，孩子的事儿，房子的事儿，这个两家看来都有一些意见是吧？嗯。还有什么事儿你觉得也不舒服呀？他经常对我发脾气。什么事儿对你发脾气呢？他是给他父母说要买房子的事情，他把电话一挂，然后就冲我发火，说我们没孩子就租一辈子的房子吧。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呀，妻子老让丈夫跟丈夫的家人说房子的事儿，丈夫一说房子的事儿，丈夫的父母就说孩子的事儿，对吧？对。说了孩子的事儿，丈夫就觉得有点晕菜，于是挂了电话就跟妻子说，没有孩子你就别想要房子，要想要房子就得先生孩子，是这意思吧？是，对。那你跟他发什么火呀？你自己去挣钱啊。父母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老是顶嘴这样。他还会顶嘴呢？对呀，他就说，你不买房子我就不生，也不去检查。还挺有主见的呀你。啊，生孩子是给谁生啊，姑娘？给他生。那你要是这么想，确实也没办法了啊。好，除了这还有别的事儿吗？还有就是他单位上要给他买保险，要户口本儿啊，他想麻烦他姐夫一趟啊，他姐夫工作上忙啊，没时间过来。他对我发脾气。怎么了你说？我们单位买保险啊，就是姐夫嘛有车嘛，叫他送一下嘛。我妈就说别老麻烦姐夫，然后我就说宁愿自己走路回去拿，也不麻烦他们。哦，你发脾气了是吧？是啊。你对谁发脾气了？对他。这就听明白了，就是在家里有点什么事儿，他都对老婆发脾气，是这意思吧？是的。是这意思。你姐和你姐夫他们收入比较好吧？对。比你们高吧？对。你爸妈买了新房子之后，姐姐和姐夫常去看吧？对。这新房子是你爸和你妈买的，还是你姐夫和你姐出了点钱帮你爸和你妈买的呀？我爸爸他们买的。他们买这房子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呀？开始我也不知道。等于他们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对。哎呀，这就奇了怪了。那这房子多大呀？60多平米。啊，老两口住。那他们过去的房子呢？过去的房子在村里面啊，现在在那个县城里面买了一套。等于过去是有祖宅的是吧，有宅基地，现在在县城又买了套房子，是这意思吗？对。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爸妈的态度改变不了，我们过上我们的日子就行。哦，明白了，你要修正了是吧？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让他振奋起来，不跟他的父母纠缠了。你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是这意思吗？是的。你想要孩子吗？想。你们俩要了孩子谁带呀？我老丈人他们可以带呀。你老丈人他们带？你家里除了你还有谁啊？我爸妈。没有其他的兄弟姊妹了？没有了。哎，那你就入赘得了。我也想啊。后来怎么没入呢？就是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我打算把户口拿到他们家里，我爸妈他们不愿意啊。你爸妈为什么不愿意啊？他户口在农村有国家有补贴这些啊。哦，我听明白了，这根本就不是小两口的矛盾，这是两家老人的矛盾折射在了小两口的身上了，是这意思吧？是的。你看看这个家里是想结了婚了，反正我们就这一个闺女，家庭经济条件不错，来吧小伙子到我们这儿来吧，然后再生一个大胖孙子，一家四口五口其乐融融过日子，
那家打的算盘呢是我们娶回来的，你们得到我们家来，然后给我们生一个孙子，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其乐融融的过日子，是这意思吧？是。你们俩挺为难的吧？对对对。你们俩之间没什么矛盾吧？我听来听去，我只是有时候发点脾气而已，哦，没有什么矛盾。对，你觉得他脾气大是吧？是的。他要不发脾气还算个好男人吗？是个好男人。你们家现在谁做饭啊？现在是他做饭。你做饭啊？是。就好好做吧，好好入赘吧。户口本拿来了吗？没有。行吧，四位老师，你们得出个主意，看怎么把户口本给拿出来吧。我们一起进入新氧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啊。哎呀，我觉得真的是相爱而且可爱的一对儿啊。上来男生就说，问他说你爱他吗？说我爱他。我觉得你是真的爱他，但是你会爱他吗？不太会是吧？没事，我教你。媳妇儿给你炖了牛肉，辛辛苦苦炖一下午，人家不会炖，就咬不动都应该生吞下去，懂吗？我有一次在家里做煲仔饭，结果做成了煲仔粥，我自己都咽不进去。我问我先生，我说好吃吗？好吃，懂吗？这就是爱。晒衣服你就应该帮人家晾，一起晾被子晒衣服，每天其实都是他在做，你偶尔过来帮帮忙，这就是会爱。还有你冲他发脾气，你怎么能冲他发脾气呢？他那么可爱，你怎么舍得冲他发脾气？对不对？错了没？他有时候反应特别慢，主要是这个问题。这个叫生活的节奏和情趣，错了没？错了。哎，改不改？改。这就对了，你看学会了。啊，行。说女生这边，无非就是纠结房子和孩子的问题嘛，哈。房子这个事儿，现在大城市当中70%的年轻人都是选择租房结婚的。因为我们首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有能力和条件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当然他们家首先承诺我们，然后又没有兑现，是有错在先的。可是作为年轻人，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苛责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没有钱就是没有钱，拿不出就是拿不出，我们再怎么闹，再怎么发脾气，再怎么去要求，跟他讲说你曾经答应我的事情，他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过好自己的日子，然后努力的去奋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更重要的是依然要孝敬二老。第二点，咱爸妈的首付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咱能不能先买个小点的也行。哎，哎呀，问题解决了，先买个小点的，比如说我们付首付，跟他们家商量他们能不能付按揭，这是第一条路，对不对？第二条路，买个小点的，如果你父母，因为你这一关我觉得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老人有他们的想法，不行的话就做个公证，这个房子的首付款什么的是你父母付的，将来是吧也怎么样哈。这是第二点，房子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嗯，是的。好，有了房子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生孩子了？对吗？对。有了孩子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对，真是棒棒的。所以就一句话送给二位，努力买房子，加油生孩子，耶，yeah！ 祝福你们。哎呀，给他点赞，全解决了，没有我们什么事儿了。对对对对，就很厉害很厉害啊。来来来来，其实我一直在笑啊，姑娘这边她虽然拙于表达，但她思路是很清晰的。那边那个呢，窝囊而无能。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能去决定孩子该不该生呢？为什么非要等爹妈拿出那几万块钱来买个房子你才能去决定这个孩子能不能生呢？为什么你们自己作为那么独立的人，自己没有能力去决定自己孩子的将来，自己未来生活的将来呢？为什么你说你为什么搞不定你爹妈，而不是说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搞不定我们自己的将来呢？所以我觉得你终于看明白了，爹妈靠不住。对，爹妈靠不住，他爹妈喜欢他姐姐，毫无疑问这件事情，既然爹妈靠不住，我们就靠自己。为什么我说你窝囊而无能？
到现在你在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在想着，哎呀，我爹妈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爹妈怎么样？你的能力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对他承诺？我们两个人是在多少时间之内是可以买个房子、租个房子？将来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他要的无非是你这样的承诺嘛，而不是天天在纠结你爹妈、我爹妈这件事情，对吗？你可不可以规划一下，不就解决这个所有的问题了吗？姑娘，你愿意等他将来有一天能够养得起你和孩子吗？我愿意的。咱们可以放弃，我们就不要，有骨气，不要他爹妈的钱吗？也可以。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没有问题，只是我认为男人是应该多承担那么一点点的，女人应该多包容那么一点点。爹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孝顺的对象，而不是我非要跟你拿钱的一个经济的支柱。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严老师，妻子虽然说话慢，但是在理儿。我们都希望下一代比上一代好，你的爸妈希望你们过得好，对不对？你们也希望将来有了孩子过得还比你们好。那怎么一代比一代更好呢？就是你从现在开始就努力自己独立。父母为什么要给你们施压，说你不生孩子就不给你房子，这边说我给你房子你就得把孩子生到我们家，怎么会这么牵扯不清啊？你们俩没能力，你们俩不独立，所以父母替你们担心啊。我倒觉得哪怕你们现在租房子，咱有能力把这个日子过下去，生了孩子，哪怕我们就是租房子养孩子也没什么不好啊。孩子会习得说我们的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在努力，我应该更加努力去独立，将来我买自己的大房子。如果照你现在思维模式先生沿袭下去，你的孩子也会说，那我的房子由我爸我妈给我付钱呢呗，一样长大以后受你这种夹板气，明白吗？我们先独立才能有一个房子，才能有一个孩子，顺序是这样的啊，不是说有了房子我们有了孩子我们才独立，先独立。当然妻子说你的思路清晰，大家都说你清晰啊，不代表你就是正确的。为什么不上班啊？为什么不工作啊？你还没有孩子呢就已经放弃了社会属性啊。一个年轻人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安排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体验社会。即便将来你生了宝宝，你说我们家庭的安排是需要一个全职妈妈照顾孩子，没问题。那个时候你通过在社会上的学习和总结，你会更有方法更有能力去抚养你的孩子。你现在什么能力都没有，你还真不是有房子生孩子的问题，你先长大才能养孩子。愿意找份工作吗？愿意。你可以的，对不对？是的。好，祝福你们，谢谢。谢谢。来，涂老师，你在家里说话不是这么慢悠悠的吧？不是，说家乡话挺快的。就我觉得其实你也甭去找工作了，他是厨子，你帮衬着做个夜宵摊子，搞个小吃店，对吧？盘个门面，然后挣点钱买个房子不行吗？就总而言之，其实这种小日子没有那么恐怖。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现在就处在这儿呢，为什么不靠自己呢？其实你跟他在一起就真的挺合适的，俩老实人啊，但你别欺负他。我也不知道在家里谁欺负谁，我都不知道啊。就这样，祝你们幸福。我第一次啊这么深刻地感觉到这个语言体系的差异给一个人的表达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其实你还不如说是四川的重庆的。我重庆的。哦，你不如说你重庆话，就我们凑合去听什么的还比这样也好。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相对会比较跟过去节目的调性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俩这问题又反映出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对吧？就是一个女生家里条件相对比男生的条件好一些，男生自己可能也是有点窝囊，但是手里面有一个技能，对吧？算是有技能的老公，对不对？可是在家里呢又不被人重视，对吧？脾气还很大，又不听老婆的话，所以今天就算老婆带着呢慢慢悠悠的来修理一下老公啊，修理一下脾气，不要再跟公公婆婆较劲了，较劲也没用。有些爱不是能争来的，有些宠不是能争来的，听明白了哈？你心里其实很清楚，你就好好的努力工作吧。
来，请关门，开门。欺负你，我就站出来。这女生是特别喜欢这男生啊，那眼里啊，还有广告呢。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可爱吗？这两个小宝宝？可爱。好了，我们见证水域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哎呀，除了抱就没别的了。停！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俩真行，你们俩。可能外人看他们单纯，甚至有点傻傻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愿意，他们的日子能过得特别的红火，而且未来会特别的幸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鲸鱼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底。有网友提问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年多了，我们两个都是离异的，各自都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跟他，我的儿子跟前夫。我觉得我们目前的问题呢，就是他要我接受他的儿子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这个我可以做到，但他却接纳不了我的儿子，还总跟我说我那个儿子是前夫抚养的，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我能接受他的孩子，他为什么接受不了我偶尔去看我的儿子呢？很显然，您现在男朋友呢在意两个问题，第一，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得到独一无二的重视。那第二呢，您的儿子在前夫那里抚养，那势必您去探望儿子的时候就会见到前夫。我想应该是男朋友有些吃醋或者在意吧，所以看看能不能跟前夫商量，探望儿子的这一天把儿子接到您这里进行探望呢。其次，我想让您帮我转达给您的男朋友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祝你们幸福，谢谢。